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测试的是整洁的打扫精灵心情打扫超级 extra。 他没有写那个 extra， 可是我还是喜欢念 extra， 因为他已经养成了我的坏习惯了。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那个史莱姆王配妲己的鸭王队，就是乱乱配。这只攻击力目前是看不到攻击多少，吹一下就知道了，5452嘛。一只攻击力，2726还 OK 啊。但是重点是 CD 的，所以要尽快解决。军营猫犬相信大家都知道，现在用会累格，所以没有人在用了。所以我现在用的是 BS。可是露营如果稍微试一下，刚狙就一场，有点会累格。本来想说还要夸奖一下的。像这两只很难搞，那个防御力超强的，超高的啦。而且我现在转住又累格，这才是问题。转租会累格的问题，目前来讲是无解。所以咱们就顺其自然吧。想一想，后来突然思考到用鸭网好像并不是很恰当，我无所谓啦。6回合，稍微撑一下啊。在打蚊子啊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笑到心了。哇啊！10000哦！我靠！这攻略好像没有写得很正确哈。还有这柱子碰到会炸，这个我知道。这个组里面有组员有被炸死过了。这个消除都要稍微看一下。两只都 CD1 吗？ It's shit。 那这个要转一下。这颗也不能移啊，矛盾在这里。好吧，斜转一下，这蛮刺激的，这样斜转。爆发不是很够，不太好破解。应该要集中打一次才对，不然这样打太慢。小心不要碰到炸弹就好。好在他们攻击还算 OK， 不会太夸张。蚊子最近蛮多的一直在骚扰我。手中都准备个电蚊拍在那边电蚊子。靠，怎么那么多啊？不可思议的多。
哦，这只是 CD2 的，一只 CD2，一只 CD1 的。哇，这个要考验血转的功力的。我是不想赌啊，因为这样一过去撞到零康爆又被扁，风险太大。我一定要变消。哎，不要开妲己撞到会怎样？我蛮好奇的。算了，不要拿我们的性命去跟他拼。哦，不妙！这个红色这个卡在一个左下角，红色那个卡在很尴尬的位置。感觉有点在被这个游戏戏弄这样。可以看到台面上越来越多风化的珠子。简直是，啊，这怎么形容啊？诡异的弱珠嘛，要这样形容啊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，我摸摸看一下下面那个暗珠，哎，可以拿哎，可以拿起来，啊，拿动不知道怎样，我们试试看。哦，会扣血。这个实验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哈，我是很喜欢做一些奇怪的实验的。好，我们再换另一个实验好不好？我们来试一下开妲己看会怎么样。我也不很无聊。要先补血，不然会嗝屁。嘣！哦，妲己会直接断呢，漂亮，这个有意思。真是无聊，无聊男子哦！拿那个炸弹在那边玩。哇！我简直就自杀炸弹客嘛，在那边玩炸弹。呀，又碰到炸弹，
但是人家过这关都过超快的，我不小心这过这么久了没有？因为我在玩炸弹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要小心了，然后稍微认真一点，不然等下会嗝屁。嗯，非常好，青酱很漂亮。哦，流星珠。哦，因为星珠我们可以拿来运用。哇，这是炸一万呢！功力上写5000，然后就在我没有血，没有血不够的时候去跟他玩。哇，这个危险是这一只。这个要开机了，这个安全起见，我们开一支没差。刚上一局就是被右边那只这样 K 死的。这个一样开机，哦，下回合全部会被消掉，所以留机没有用。还有蓝色，哎，所以开压网也没有用。还要没有用啊，攻击力10140，所以我想一下应该是直接手转到了，看一下，哦，好可怕的血量啊。哦，我看一下，一种颜色，两种，现在有三种了。这个它有65万的血量，看一下哈，不好意思各位，2345，1234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换一下哈，强化柱给它换一下比较好。哇，好舒服的威力啊！好，接下来台上的星珠是重点，星珠要留着补血。然后他们三只同 CD 的话，哎，等一下，有点不妙。7050加上1980，加上哦，11010，好加载，我没有去算到这一块的血量。不要指定好了，
咚咚咚，这时候尽量把血回满。多一点心啊，我把一只 K 掉也是 OK 的。哇，那个我刚那个少一 combo， 真的，我真的是那个 shit， 我那个猪就卡在那边，它转不过去。好，再下一回我就可以大爆发了。哇，按住不要那么多、啊。对了，哇，打得这么刺激吗？哦，看他这个我就舒服了，呵呵，我就是等他了。哦，史莱姆王队就是看到那个转型，整个心情就舒坦起来，接下来就是无压力了。我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不幸的消息、啊。就是没有掉卡片，眼睛比较利的应该看得出来我在讲什么。哦，现在打就轻松了。这个一般，这个现在来看的话，我个人认知是Extra 关卡比以前难度稍微难了一点点，但是还算，就是还是可以通关啦、啊、只是难了一点点这样而已。又那个吓不倒我的，哦，这个新关卡跟七峰出来就是比较忙一点，所以才都没有时间拍片。哦，这个对于常在观看我影片的观众们，先说声抱歉。这样，不过我还是尽量播空会拍片的、他讲 KO 的嘞，虽然说最后了，我们还是要秉持我们的专业的数值，有没有？把 combo 数转出来，这样。嗯，对啊，很悲剧的没有掉卡片啊！刚刚机场，现在又没掉啊！好吧。以上这个就是那个打扫精灵那个地雷自杀式的测试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